妹妹，你的神奇宝贝球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？你没有帮忙画，三个人一起画啊。对啊。你要找哪一家？找哪一个地方？ 这个摊位的表演好的话，这个同学可以投给他。每个儿童节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展现他自己的才能。这个同学的确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我觉得我们做教育的应该就是让每个孩子能够适性扬才，能够让他们展现自己的才能，把这个绘画比赛小朋友的作品，他们这里面画的都是把它做成印章，然后来给小朋友闯关用，画这个小朋友，然后他们他也很开心。 虽然我们可以把他的这画作做成一张。海票。 你有投彩票吗？他没有，他没有。那你觉得为什么要投彩票？因为是一种鼓励。一种鼓励哦，所以你觉得他表演好，你就给他投彩票就对了。